延续前一则一样，就是我看一下，2010，等一下 T2，31、32，然后刚才因为时间关系，此则是 T2，主要针对的是32则函数练习，插入函数有三种方法，等一下来比。好，这边函数练习，插入函数有三种方法。好，第一种是新的门案例，比较简单。那口头上说明一下，加强一下概念。函数练习的一个插入函数的方法，第一种是直接点常用性的后面按钮，把这种方法即可。第二种是初学者使用，点 FS 在资料编辑区里面，那答案3，然后呈现方框呢，答案3，呈现方框2次，然后点选范围。好，是初学者。第三个是熟练者使用，点格子。打上等，然后打上前两码，假设是 SU， 那是 SUM， 括弧，那些范围，看起来很多啦，其实实物操作还好。啊，这三种方法，老师意思是初学者使用点 FX， 那熟练者的话直接点个格子，然后记得前面要等。OK， 然后是再操作一下，比如说笔数好了，好，那第一种，第二种就直接点。先这样，不是加总，等一下，要判别一下技术和笔数，等一下，好，等一下范围，好 ，enter 多少？59 ，OK， 好，另外这边技术，点选范围，格子不要点错，还有范围，好，这是笔数。然后接着是，最大最小都是这样，以此类推。那我现在用的是适用的是初学者，就是这边平均，把点这边 FX 呈现方框，就打上平均是 average， 所以这边要打上 AVE。好，那这边开始，等一下，然后这边不行，要打上全部，等一下就要了解它的英文词，等一下。A B E R A G E average。好，之后呢？开始。好，再帮我一下这边第一个确定。好，再给它一个范围。等一下，这边销售量，点选范围，然后看一下。好，这是 average 平均吧？第二个 enter。40，好，这边校对一下，上面跟下面一样。那这边总销售额，然后再测试一下，再加一下概念 ，FX。好，那也是 average， 所以没有调对，好，确定。好，那给它范围这边呈现，这边到这边 enter。好，测试一下，啊，校对一下，40，100。OK， 好，这是笔数，以此类推。那这是第三种方法，看一下，点格子，再测试一下，点格子，然后呢，打上等于，记得，第三种方法先当等于，就是熟练者适用。那接着是前两码，笔数是 count，c o e， 啊 count， 点一下，等一下，它出现括号才可以，然后再点选范围在哪里，这边。Enter， 好，59笔，校对一下，看一下 ，OK， 那这边也来测试一下，就是点格子打上等于，然后呢 ，count， C O E， 点两下，好，点选范围一样，就是，等一下，这边我点错了，相关范围 ，Enter， 好，校对一下，59，没错，好，医生。那这边进行测试，很简单的概念。好，那我整理一个小卡片，三种方法我都进行测试。OK， 还有就是我看下来哪里，这个英文字的概念，比如说加总是3，第二个平均 average， 第三最大值、最小值 max、mix， 还有技术 count、count， 还有乘之后会复习。P R O D U C T， 好，
那之后还有右边、左边，还有上方，右是 R， 左是 L， 上是 A， 再接下，很简单，不需要时常练习。开始，继续，以上是 EC2010， 31、32，好，这是完毕，复习完毕 ，OK， 以上继续。OK 吧。